今天是2024年10月29日星期二，新加坡最新一期最新龙虎榜公布了，以新歌入榜的周深二专歌曲《虚构》从第19名上升到了周榜的第13名，恭喜周深。杀入榜单前十应该是指日可待了，有条件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继续支持一下。说到歌曲，周深在音乐源计划年度盛典中与薛之谦合作的歌曲《只字不提》在 QQ 音乐上热力值已经突破了50万，并且在 QQ 巅峰潮流榜中以 90.67 的高分上升至榜单的 TOP4。 基于这样的好数据，这首《只字不提》在 QQ 音乐飙升榜中获得了实时榜的第二名，而另外一首周深与周笔畅合作的歌曲《孤独音乐家》则是位列第四名，恭喜周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深与薛之谦、周笔畅的歌曲舞台还登上了天津每日星报实体版，文章的主标题是音乐源计划年度盛典，副标题则是有周深。文章提到并盛赞了周深和周笔畅携手演绎的本季唱片数量最高歌曲《孤独音乐节》。接下来还有奔跑吧官方发布了茶马古道片概念海报，并且官方发布11月下旬正式开播。奔跑吧特别季真的是未播先火，七天录制了云南四大城，并且短时间内双榜热搜就上了119个，并且还获得了超过1987万加次的全站讨论。一起期待周深的表现吧。你是如何评价周深在音乐源计划中演绎的歌曲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